想要跟恭喜各位，当然也恭喜我自己啦，在座的每一位，这个都是值得恭喜的一件事情。我叫潘信行，我是负责体育的部分，体育运动的部分啊。那么民政府成立的时候呢，他直接就找我，就说好，你来负责这个体育运动。那我也毫不客气的，我说我就接了啊。那这一定有什么渊源哈，因为我个人呢，虽然我不是那个体育科班的，我念的是国贸，是国贸。那但是呢，我在体育界里面已经超过五十年了哈。那我从我十三岁的时候，我第一次在那个台湾大学的这个运动场，我看到一个很有名的一个运动员啊，运动家，叫做杨传广。你们不晓得有没有听过这个人？没有听过啊。他啊，有些人听过哦，在台东是吧？是台东有一条路叫做传广路嘛。传广路啊，杨，那他是台湾的运动史里面呢最伟大的一个运动员，他的伟大甚至超过现在的王建民，你们都知道了吧？哈，都那就那个棒球的那个王建民啊，他比他还伟大啊，因为他创造世界纪录，他是田径的。田径十项，哦，那他是世界冠军，他打破世界纪录，一再的打破世界纪录，打破到怎么样呢？大哥 ，OK， 哦，谢谢。那个他有计算嘛，啊，比如说他的成绩多少是几分几分几分啊，总共四个项目，他最后到那个最高点一万点，他已经快要把它破掉了，他快要破掉了，所以那个是那个奥林匹克委员会，他们马上再去更改那个计算方法，就为了他，因为他一直破。哦，可是他很可惜，他在罗马奥运的时候没有拿到金牌，他只拿到银牌，他只输给他的那个同学，同一个教练的那个同学，他输给他了。那这个人呢，我是看十三岁看他在那边跳富滚式跳高，而富滚式在现在已经是落伍了，但是那个时候哦，那是我们从来没有看过。人好像在空中飞一样，啊，那我看了以后，从此以后我就惊为天人了。然后我一头栽到那个体育运动界里面，一直到2002年，我是负责台湾队啊，台湾的这个亚运，不是在韩国的釜山的亚运。我是空手道的代表队的总教练，那么比赛完了以后，我就宣布退出教练的国家教练的那个职务，我就不再接了啊。那么从我1982年第一次担任国家队的教练开始，一直到2002，总共有20几年里面，我因为国家队的关系，所以有看到很多的一些问题，很多问题啊。那么这些问题，我当时我在想说，假使是我的话，我会怎么做？啊，我看到很多那个不公平的事情，那我就想我一定要怎么样？我假使是有权利的话，可是，在当时来讲是不可能的。不可能的，你只能够讲一讲而已。可是事事
世界上的事情哦，没有那个一定的啦。哦，现在呢，居然在2007年以后，我却有机会了，有机会。哦，我现在在等时间。哦，我将来在台湾的体育界里面，我一定要怎么样去做。等一下，我可能会用几分钟的时间稍微解释一下。那么开始要进入正题啊。什么叫做体育运动？体育运动啊，体育运动其实它的主体是运动才是主体。那么体育呢是什么？体育就是运动的另外一个面。所以说是这个运动就是人类各种活动的其中一种。那么它，那我们这个运动呢，它有它的另外一个面啊，就是体育，就是一体两面。体育运动是一体两面。那么运动呢，就是竞赛啊，就到参加各种比赛啊，全国运动会啊，亚运呐、奥运啊、世运啊，等等，这是运动。那么同样的这个运动，你只要是牵涉到学术或者是教育啊，学术或者是教育，那么它就叫做体育啊。所以一般来讲的话，都是体育系体育大学啊，通常都比较不太适用这个运动大学。那在竞赛里面呢，大概都运动竞赛、运动会，大概是比较不会讲说是体育会啊，大概是这个点大家可以把它分清楚啊，体育运动其实一体两面啊。那么说到人类的这个人类的活动哈、人类的活动，这是他为了要为人类，就是在几百万年前的时候，第一次那个猴子站起来的时候啊，他用空出两个手要来做事情。那个时候从猴子变成人类的时候，那个时候的那一秒钟开始，他就有活动，他就在开始活动。那他活动是干嘛？他就是为了要保护自己，为了要自己生存，所以他就必须要什么去跟野兽去打猎他去打猎，那打了猎，他就会吃那个所猎到的那个动物来吃，维持他的蛋白质需要啊。那么或者是他去出去找那个其他的野食的时候，叫做也要跟那个野兽要来吃他，他要跟他斗。所以在那个几百万年里面呢、我们大概可以把它归类成那个人类的活动，就是归类成人与兽斗，人与兽斗的时候啊。那么持续一直过来，那么人越来越多，就形成一个社会。那么社会呢，那就开始有复杂了，它为了它生存的空间或者是怎么样，那么这个社会跟那个社会就开始有征战，开始有征战，对吧？也是为了要它的生存，所以它有征战啊。那么那个时候我们就把它归类为就是人与人斗啊，人与人斗啊。这样的情况呢，就维持了几百万年。到底几百万年我们也到底几百万真正几百万我们也不知道，那是要考古学家慢慢去挖嘛，慢慢去研究啊。那么这种从人与兽斗到人与人斗，一直维持了很长的一段时间，到最后距离现在3000年前的时候，有一个很文明非常发达的一个族群叫做希腊文明希腊，他们呢，他们都非常非常优秀，他们就大家围起来，就是说他是一个城邦嘛城邦的现象。那
那个城邦就像在中国啊或日本啊，都是有那种就是战国时代啊，所以一天到晚都是在打战。那么这种情况之下呢，那个每一个家庭的那个做妈妈的、啊、都经常都在落泪，都在那边哭，哭什么？哭儿子啊，儿子死掉了，因为征战的关系，啊、哦，所以呢，每一个家庭的那个做妈妈的都很痛苦，都在哭，所以他们就坐下来就在研究，说啊，同样我们都是在竞争，要满足我们这个竞争，有没有什么办法，就是能够竞争？也是可以要来争你第一我第二，或是啊你赢我输等等啊，不会要人命的，不会要命的，这种竞争方法看能不能找出来。结果呢，大家研究出来都可以我们来举办竞赛。好，从那一刻开始，现代的运动，现代的体育，就在那个时候3000年前开始成型，哦，就已经不再是光是与兽斗与人斗，它另外又产生一种形态出来，那就是竞赛，就是现在的运动，啊，那么他们就大家互相研究的结果就是说，那4年举办一次。哎，要4年举办一次，你每一年都在举办的话，大家都不要打仗了，他们还是要打仗，可是他要有一定时间休养一下，所以呢选择了4年。哦，真正的原因呢、啊、是什么？大家也不知道为什么4年哈、哦，他一定有什么原因呢、啊？哈、哦，可能跟宗教有关系吧。那么4年里面，第4年就是那个 Olympia， 在那个比赛的地方叫做 Olympia。那这个比赛也就叫 Olympia 啊、哦，那 Olympia 呢，它在那一年的 Olympia 的那一年叫做 Olympia 年，那一年里面大家就不准打仗，谁都不能打仗，你只要一打仗，神就会责备你，神就会责罚你，大家知道希腊就是神话最多的啊，哦，所以他们最相信的这些神，所以在那一年里面呢、啊，就没有人再敢出兵啊，或者打仗啊，或者是怎么样，不敢。那个时候，大家就是在自己的家乡里面就训练你的选手，要怎么样，要去赢奥林匹亚，啊，奥林匹亚，啊，那奥林匹亚呢，那是在雅典那个地方，啊，我曾经有带过一次一个代表队到希腊去。雅典去参加世界赛，啊，那一年哦，刚好2001年，发生了一件很可怕的事情，就是911，哦，槟榔911，他去炸纽约那两个大楼，啊，我们就是准备在3天之后要出发，3天之后要出发要到希腊去。结果好多人呐、啊，不敢再去了，所以我们的领队，他也说临时说啊不去了，还有官员，哦，他也说不去了，所以我那一次除了当教练以外，都还要当领队，还要当官员哈、哦。那么到那里去啊，比赛完了以后，我有带那个选手有到那个奥林匹亚那个地方去参观。那个地方看起来并不大，感觉好像是大学的运动场一样，大一点的大学运动场，差不多是这样子而已，而且是椭圆形的，啊、哦，那个时候那是在3000年前，那每4年一办一次，每4年办一次，那么一直就在那个时候啊。拿到这个奥林匹亚的那个冠军的话，他的这个奖品呢，只是一顶那个桂冠，用那个橄榄枝啊，
做起来一个圈圈把你套在头上，那就是桂冠，那就是桂冠，哦，就是这样啊。可是呢，你假如回到你自己的故乡啊，哦，那就不一样了，哇，那整个故乡的人哦，大家都出来迎接你，啊，出本来迎接你，诗人呐、啊、还替你做诗歌，啊、哦，啊那个雕刻师啊，就按照你那个形态就给你雕刻，给你雕刻。所以呢，现在你到欧洲的那个那些博物馆里面，就有看到很多的那个运动员的那个姿势啊，有没有？那个是几千年前他们雕刻下来的，啊、哦，所以他是一个运动员哦，只要拿到那个桂冠的话呢，是非常荣耀的，因为这个几百年以后那个诗歌还在流传这样子啊，那、哦。一直到西元373年吧，373那个罗马帝国起来的时候，他们想要消灭掉那个希腊的文明，所以就禁止奥林匹亚不可以再举行了，不可以再举行。那后来就是到1986年的时候。法国的一位伯爵叫做那 Coubertin， 他呢就是找来一些他的那个贵族朋友，组织一个要恢复原来传统的奥林匹亚，啊，要想来再把它那个再恢复过来，哦，因为那个时候有很多的征战啊等等。哦，所以他们认为说，在恢复那个奥林匹亚，哦，已经1000多年都没有，都没有那个没有这种很和平的、很公平、公正、公开的一种活动，在人类的一个活动，所以呢，他们说要把那个奥林匹亚再把它恢复。那后来他们就成立了一个Olympic Committee。International Olympic Committee， 叫做 IOC 啊，那么就在1896年第一届奥运举行啊，那就最现代的奥运的模式就出来了啊。那我们现在所谓运动竞赛，大概就是从那个时候。进入现代化了，哦，进入现代化，那么一直到哦，这里面呢、啊，就是一直到现在啊，到上一届就是在广州，哎，不是在北京嘛，北京奥运嘛，啊，北京奥运，啊，那好像是到第26届或是什么，我不太清楚了，啊，那接下来下一届就是在伦敦。那我可能那个就没有那种机会了哈、哦，我已经就告老还乡了，已经没有那个机会了。但是我是很期待那个我们的代表队还能够再拿金牌，哦，这个我们过去在2004年在雅典，也就是。100年后的那个第一届的这个奥运呢、啊，又回到雅典，那我们拿了两块金牌啊、哦，跆拳道，啊、哦，那在这个现代的奥运年那个的历史里面呢、啊，特别值得提的，就是1936年呢、啊，那个欧洲啊，德国的。是由那个希特勒他在主政，他就想要利用那一届要发扬他国家那个阿利安民族啊，就是德国的民族，他们是最优秀的，其他的有色人种都不好。结果呢，没想到啊，那个最重要的比赛啊，通通被黑人拿走，所以那个希特勒他很失望，非常失望，他拒绝跟那个黑人
握手。那个黑人呢叫做杰西欧文斯，哦，他一个人就拿四块金牌，哦，那么大家都在盛传这个就是说希特勒对有色人种的歧视啊，但是杰西欧文斯后来他的这个回忆录里面有写，他说没有，希特勒并没有对他歧视，他经过他面前的时候，他跟他招手，希特勒站起来跟他招手，他这是他的回忆录里面这样写的哈，啊，这个是也是跟一般的传言呢都有点不太一样。到罗马奥运的时候，我刚才讲的这个杨崇广先生呢，他拿到银牌，他是拿到银牌哦，非常可惜的，真的是非常可惜。那么大概后来啊，这个奥林匹克的全世界的奥林匹克叫做 IOC， 那么各州呢就有各州的Olympic， 那亚洲呢就是 AOC 啊，他举办的比赛叫做亚运，哦，那每一个国家呢都有一个国家，对，那个奥会哦，那个叫 NOC National 啊 ，NOC 这样啊，大概介绍一下就整个现代运动的一个形态了哈。那么我没有多少时间了，我稍微讲一下说，假使将来我能接管这个体育运动的时候，我会做一些什么事情，我把它归纳，用最简单的一个方式就是来讲，就是说我只要照顾两个人，我要照顾两个人。那个人，那两个人，一个人有一个，他的名字叫做选手，一个名字叫做教练。我只要照顾这两个人，我就可以把台湾的整个这个体育通通给提升过来。啊，因为其实到现在我所说，我过去有那么长的一个时间的在国家队里面，我看到很多很多不公平的一些事情，啊，这个就是其中最严重的，就是对这两个人照顾非常不足，非常的不足。那我就要把它扭转过来，以后我就是要最注重的两个，就是一个就是选手，一个就是教练，就是这样，啊。那么你台湾的整个选手，这个一定的体育运动啊，在国际上一定会提升，成绩一定会提升。那么它提升了以后啊，就会带动全国的民众，大家都会去注意哦，运动、体育啊。那么同样的，同时也就把全国的民众的身体的健康呢，也会提升起来。那最原始的，就是我只要把用心的去照顾这两个人啊。那么我们现在有一个很庞大的一个公务体系在主管这个体育啊。那么因为它太庞大了，结果把有限的体育的经费通通都用在养他自己啊，而他所要做的事情，他本身又不是内行，他是公务人员。他公务人员啊，他哦很不简单，能够当公务人员是很不简单的，因为他要参加很多的考试，他要念很多的书，哦，他非常难考，考上了，哦，他就是一个他在管的人。可是体育运动啊，我刚才讲，就是那两个人在最重要的哦。那两个人呢，又是很麻烦、很特殊的一些人，
常常我们在讲说，在体育界里面有说，我要跟他笑哎，跟他笑哎，哦，就真的那些运动员呐、啊，那些有名的运动员呐、啊，那他们真的是像疯子一样，大太阳之下那个他们都在那打网球的，打足球，女孩子也在那里踢足球，那个脸都是黑灰乌的，黑像疯子一样，哦，我有一个老师啊，是日本老师，他怎么样？他怎么台风来的时候，他是日本人，他说台风来了，他就拿一个铁一的门戏办呐、啊，拿一个门呐、啊，拆下一个门、啊，就顶着那个台风啊，就在那里跟他顶，在训练他的那个稳，他的那个肌肉，他的稳定，啊、哦，那你想看，那对那个旁边的那些那邻居一看，就说哎。啊、那个是笑哎嘛，笑哎！我跟你讲，体育运动的就是靠这些笑哎维持下来的。没有这些疯子啊，哦，你是这个体育办不起来。光是找那些公务员，那些他们来发展体育，没有办法。所以呢，将来呢，我会针对这个我们这个公务体系呢，我会提出一些办法，当然这些办法必须要有很多的专家、教授、学者，大家来坐下来研究啊。那我就是要把我所认为最需要的那个主要的观念，就是要照顾那个最重要的人，其他的人哦，不要去抢风头了，就让这两个人呢、啊。好好的去发挥，哦，那我想这个，我大概这个情况，大概我将来就是会这样的处理了哈、哦。那么当然也大概要跟一些学者在研究，那么详细的细节呢以后再说了，以后再说。但是原则目标我已经定下来了。那么我们这一堂课呢我就准备到这里为止啊、哦、那么各位假如有没有什么问题想要提出来问的话啊、我想请大家提出来这样。有没有问题？或是要不要复习一下刚才的那个动作？其实要操作啦，你们现在知道跟会做哦，是有一个差距啦，有一个差距哦。那么我们把刚才最重要的那一个动作，我们练习一下好不好？好不好？就是掐脖子这个事情，这个动作，大家练习一下。你没有练习的话，你真的就会差一点，差一点那就差之千里了，好不好啊？因为那是救你的命，那可能我相信你一辈子大概都不需要用到了。但是谁能够挂说我是绝对不会碰到这种事情，这么倒霉，但是很难讲，好不好？我们现在呢，两个人一组，好不好？我们在做十分钟的时间，我们把这一个动作，因为这个是生命的关系，所以我想跟各位我要看一下，我看一下好不好？两个好不好？男也可以男生对女生啊，哦，好不好？好，那我们大家起立，找一个空间，好不好？找一个空间。现在从前面的哈，前面啊，你像你就可以跟他搭一配，看你还有跟谁啊？你们哎啊，对对哈、哦，特别是女生啊，特别是女生比较重要哈、哦，女生哈、哦，好，现在呢，男生哦，现在有一方那个掐他的脖子，
哦，但是不要用力的，那真的掐死掉了啊、哦！把它搭住，把它搭住。哦，对，这位大哥他做得非常好，他是用杠杆原理，他把这个杠杆原理做得很好，大家做一下看看，做一下，你们互相大家。一个攻击，一个防守啊，做一下啊，你做我来看啊，我来看，对，非常好，你有转身啊，你对，要转身，你这个脚哈、哦，不要妨碍你的转身，就是也要移动一下哦，嘿，好，过肩摔啊，过肩摔就是。超过从你的那个肩膀摔出去，那哈、哦，因为我是空手道啊，过肩摔我就不是我的动作啊，所以我就不会教你们这个，这个比较重要了，这个比较的过肩摔是一个专业运动的一个动作，这个只是护理防身术，好、啊，好不好？好，那你们再做，你们两个再做一次，我都要看你们现在练习，还有也可以练习那个脱手啊，哦，来再做一次，好来，我看他记，啊，身体转，这个脚没有动，脚没有动，就妨碍你这个身体，你这个脚动一下，身体力量就出来了，好不好？好，就再做一次，好，来你做做看，啊，到那边比较宽，好。好，接下来说，好，那你怎么做？我只要看你那个动作，好，可以，基本上是对的哈、哦。但是呢，你必须要把力量哦，把它一次把它爆发出来，要砰，哦，要不要慢慢的，慢慢，那对手就不好。那先，对，会再做一次，好像是还不太够，啊，哦，这个手一定要直，要直，才能够跑到这里。你这样的话，就变成这里。你这样的话是这里，好不好？哦，好，再做一次，你再做一次。对对对，那压下去，啊，来，再来。哦，你转不过，你这个脚是这样，变成这样，你要整个的这样子，哎，来。对对对，好多了哈、哦，是不是手会痛？你只要不放的话，你手会断掉。哎，好，我看你们两个，来，做一下，掐脖子。哎，小心哦，没关系，掐着。哎，我要看他的动作，啊，压下去。哎，你基本上对的，是你从这里，但是再给他压下去，他手非放不可。好，那你掐他。男生，来，手抬起来。哦，你这身体已经快要倒下去了。哇，先站，就是自己也要站稳了。哦、来，我来抓你。非常好，非常好哦。像我这个手我不放，我手会断掉哈、哦。好，那我现在看这边的了。哦，好，来。女生比较重要，啊，女生 ，OK， 啊，是，你已经抓到那个重点了，可是呢，你要让你的全身的力量能够用出来，全身你不要都站这样啊，光是用这个手，要用啊，好吧，啊，蹲下去，这个就好多了，好不好？啊，那你再掐他了，没关系，掐。啊，然后、哦、这很重要哦，啊，手抬起来，对，对了，要知道从这个地方哈、哦，好，那你掐他，OK， 好，没有问题，没有问题哈、哦，好，啊，你掐他，你掐，哦，不要这样，拿高，压下去。好吧，哦，好，那你好，再一次，再一次，再一次，
这个不要不要不要这样，拿高，尽量拿高，拿高。OK， 你们两个，我试看看。对，注意你的脚哈，脚要活要动，不要用脚不动就影响到你的身体的这个整个运动的范围，好吧？来，再一次，你再说。对，好，好，这可以 ，OK。这个就不够了，那个脚就有一个顶在那个地方，变成这样，好吧？再一次，再一次。好，你们两个，总共才十几个人，我不会错掉了。你这样扭扭，要爆发力要出来。好，那身体，因为什么呢？他这样没有缺口。有啊，有缺口啊，这个地方就是缺口啊，不一定说是一定是这样的，要这样的一样，但是你身体要靠近你的这个手，两个把你的手跟你的身体联合成一个一体，然后用力，因为你肌肉太少，力量很小，所以你必须要用方法要对，这样才能够产生。你要是说这样怎么弄？所以你这个一定要把你这个手用身体去靠近，然后就可以了，力量就大了，对不对？对。我刚才讲过了，对，你不要客气嘛，他用两手抓你，你就来，很好，那你现在该你，好，抓他手。好，两个手，对对，要用力哈。好，很好哈，大家都是那个大学生嘛哈，都是学生啊，很容易就了解抓到那个重点哈。我相信你们这一辈子都用不到，可是呢，假如万一用到的话，一定要用正确，好不好？要正确，记住，尤其是掐脖子啊。那个动作你必须要很快处理啊，不很快处理的话可能就会有生命危险啊，那就用最简单的，就是用杠杆的原理，这杠杆的原理。还有我看有一些同学他这个脚都不动，站在原地就这样怎么这样，你的脚变成你的妨碍了，这必须要身体这要移动，这个脚移动，那个力量很大，假使抓你那个掐你的人那个手不放掉的话，手势必要断掉，这个大拇指会断掉，这个是刚巧了哈。刚才那个潘先生他说要求我说都教两招哈，那我希望说对你们有帮助，对你们那个尝试有帮助了，最好永远都不需要用到。好，那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问题？没有问题，那我们今天的课就到这里，好吧？起立，李正，行礼。